进行第二场半决赛晋级了六强的选手们，准备跟大家挥手了。我们有张泽通、叶嘉云、邓伟伦、林昌廷、彭丽婷，还有翟思明。这场戏要怎么去演？要用二十五秒。一百。直接上。是。对的，上，不想那么多。没有在舞台上，这样子大舞台表演。从小都是打篮球啊，运动比较多。现在面对这么多人就很紧张啊。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自信心吧。你自己回去有重看半决赛的表现吗？这是由我们的导演张俊峰呢所指导的。所演的这个微电影叫做《回转椅子》。这回转椅子的故事稍微讲一下哈，是在说呢，陈秀丽啊 ，OK， 所以他们就频频找秀丽演的这个老板寻求他的帮忙。这是本地货，对，中间那个，对，就是他的妹妹。其实在，那个家庭里面，我是最懂事的。对，看到两个，那个姐姐都在吵架，就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不懂事？妈妈都已经躺在那边了，就觉得。够了吧？你赢了啦！你刚才表现很好，因为你没讲到话，我 feel 到你。跟他讲，我回到了更早之前。把大姐和大姐夫的家回来看妈妈。他很开心。希望他心情好了。从此以后就不郁郁寡欢，可以过上几年好日子。好、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段 monologue。哎，觉得昭婷表现如何呢？就那刚刚丽珍姐有看了，有注意到她嘛？前面那个在房间的哈，然后现在间的表情也已经个人的，你有觉得几句提点的话？他可以如何更进步一点点？我觉得那个角色的那个拿捏不错，感情也收放得住。然后我觉得他有学到，可能你的老师我不知道你的老师是谁。碧人姐，果然是碧人姐。没有，我们都是同门，没有关系。我是你演得很好，很不错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刚才我。哥看那个片段之后，就在那边猛点头。泰明哥，要不要讲一讲？是的，我觉得你把握那个内心，你已经投入在了内心戏里面，所以你讲出来的台词不是为了表演，演戏不是为了表演，而是哈，你把那个真实感出来就是戏，不错，加油。是都是一直刁难我哎，他每次在上课的时候一直欺负我，坚决要把他拆，我一定要拆穿他。走吧。走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是不会背叛他的。你别再逼我了。